老师，各位亲爱的家长，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好，谢谢各位。两岁多的小孙女要上学的时候，每天哭着说：“我不要上学，我不要上学，要我把双联幼稚园卖掉。”如今双联幼稚园依旧的屹立着，但是呢，我们小朋友要毕业了，很快，在四年的当中，我们看到了，学校的运动会、圣诞节。小朋友呢，手舞足蹈中呈现出那个团体的美，也看到老师在元宵节的时候带着小朋友神采奕奕的提着灯笼去彩街，还有呢，在万圣节的时候，老师呢，带着小朋友装扮成可爱的人鱼公主，还有花仙子。小男生呢，就打扮成那个超人，到百货公司的商店街去跟商店街的人说：“给我糖，不给糖就捣蛋。”哇，我们看起来觉得很有趣，但是呢，老师们都是很用心、很用心、很细心，还有很有耐心的，才有这些好的成果。在双联的幼稚园这个大家园里，有说不完的人事物的美，有手艺超好的阿姨，还有呢辛苦的奶奶，还有那个园丁阿伯，把花圃菜园整理得很好，也让我们的宝贝在体验中、生活中体验过种菜、种花生那种乐趣，非常的开心。每天上学的时候，校门口的阿伯总是大声的跟小朋友问好：“小朋友早。”放学的时候呢，那个阿伯记性超好的，他会说：“哪位家长来接哪个小朋友的，让我们家长很放心。”所以呢，很多人说双联幼稚园呐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幼教界的哈佛大学，真的很伟大。谢谢刘奶奶，我也不会忘记，跟有些家长在大榕树下，在看着蓝蓝的天空，还有呢，夕阳美丽的夕阳，看着小朋友光着脚丫子在沙坑里在玩，在堆沙，看谁比谁的那个城堡堆得高，还有看着小朋友快乐的笑声在荡秋千、溜滑梯，看着小朋友在草地上奔跑那种可爱的模样。在这个大庭园里，有我们的大人还有小朋友之间美丽的回忆，还有呢，真的很舍不得要说再见。我们会永远记得，我们是双联幼稚园的大家庭里面的一份子。最后祝福各位平安喜乐，谢谢。